干啥？你开会没开会就跑掉。他早上在啊。主秘在旁边，你刚刚说叫我问他，他将近五点半会议时间的时候，主席有处理时间，说今天开会延长，然后到十二点请与会同仁。我有讲，我同仁，我有讲，我有讲，没有讲，你不在，你根本就不在，吴秉烈根本就不在现场，你不在，你讲什么？在啊，你干嘛开会不在现场？在啊，你开会不在啊？你根本没事，他早上跑掉啊，他早上在啊，你没开会就跑掉算啥？你开会没开会就跑掉，他早上在啊。好暴力。你没看到？哇！他明明在啊，那你为什么要说人家不在呢？当主席有那么大吗？很好，那也请你落实哦，不要只是用说，我没有看到你有相关提案呢、啊，请你做出相关提案比较有帮助吧。建议很好，要提案呢、啊。不是嘴巴说嘛，提案呢、啊？他没有提案呢、啊，怎么嘴巴一直说都不提案？张智仁委员，张智仁委员哦，请发言哦，请张智仁委员发言。好，非常感谢主席啊。上一回在开会的时候，是，啊，谢谢。上一次在开会的时候，我们有请所有地方政府都有过来，然后我们也再次询问他们有没有意见，一直给他们时间。后来有四个地方政府上来讲发言，其他的也有、有一位用书面的报告，其他县政府都不愿意再继续，没有再愿意表示，我没有给时间哈、哦。然后这林主任委员意见很好，谢谢林委员，那也请你落实哦，不要只是用说，我没有看到你有相关提案呢、啊，请你做出相关提案比较有帮助吧。好，谢谢张智仁委员。很好啊，他的建议很好，要提案嘛、啊？不是嘴巴说嘛，提案啊，来，张智仁委员，没有，他的建议很好，要提案啊，立法院要提案，不是只是说。来，张智仁委员请发言，谢谢。张委员请发言。啊，你问我，我要回答。我看到你没有提案啊，你要提案啊。张智仁委员，他没有提案啊。怎么嘴巴一直说都不提案？张智仁委员，张智仁委员哦，请发言哦，请张智仁委员发言。好，非常感谢主席啊！可以这样子，每次的霸凌。好，非常感谢。对啊，这个没有道理啊。那我所有的声音就只有这个麦克风有声音。每个人有发言权。你怎么一直要霸凌别人的发言内容？你凭什么当主席可以随便霸凌别人？不，张智仁讲话，他不尊重每一个委员发言，连王宏卫发言的时间都不够，对不对？我要替国民党党团申诉啊！我跟你讲，请张智仁委员发言，请尊重哦。好，感谢主席哈，各位委员、各位官员，好，大家早，好，大家今天非常热烈的在讨论财划法。从民国88年到现在哦，25年的财划法都没有修了，该是修财划法的时间了。尤其今天我拿了这个看板给大家看吼，新北市400万人，结果财划法吼给过去有25年来哦，给新北的人均都是最低的。那今天很可惜哦，还是没有看到财政部推出版本。不过我相信，只要立法院充分的讨论，在我们招委哦这么认真，我们开了这么多次委员会，大家充分讨论之下。我相信全民的共识就是应该中央地方一起合作，所以今天我非常感谢我们招委这样的排案，希望说不管朝野大家一起来努力，把一些过去的一些陋习、过去一些不公平，在这次修法的时候大家充分讨论，让六都我们这次大家知道刚刚最近公债台刚过，我们很多地方的灾情到现在也是需要经费来让我们家园重新再回复，所以今天如果充分讨论，我相信财划法通过才是全民之福啊！哦，拜托拜托。谢谢张智仁委员。接着请林代化委员发言。林委员在吗？林代化委员在吗？林代化委员不在哦。接着我们请陈培育委员。陈培育委员，陈培育委员，陈培育委员在吗？不发言是吗？陈委员你要发言吗？所以你要发言。好。大家围
持秩序，继续。好，现在休息，下午再继续了。我们现在开始休息，下午两点半继续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些尊重发言的委员好吗？请尊重民主委员，这是委员会的。本委员带麦克风，你才是很奇怪的。本委员会要先呐、啊，怎么会是这样子嘞？好，楚毅，你不是本委员会的、啊。陈佩仪委员先的，你怎么可以让民主委员先呢？还没有开始登记啊，你现在登记也没用啊，我都还没有说开始登记啊，好不好？请等一下，现在还在会议询问的阶段，登记当然是按照没有冲突，但是请大家照秩序来嘛，又不会不给你讲，好吗？照秩序来，现在会群可能还有其他委员，因为要登记，说登记的时候说起跑的时候，可能每个人都要跑过来，就让大家再跑过来嘛，一定会让您发言的，不要担心。我先问还有没有其他人要不？还有其他人要做会议询问的没有？一样一样来哈，每个人都可以发言，不用担心。除了蔡毅委员外，因为可能还有其他委员呢、啊，其他不是本委员会可能要做会议询问。陈培义委员，比如说你要不要做会议询问？啊，我的才是就是我的风格哈，请尊重主席主持的这个风格。没有，我就是依照程序来做好吗？还没有要做会，你问还有没有人？还有什么委员会？还有什么部？我可以讲很好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是不是要先让？那个等一下，那个等一下，下一步他们说一下到底有哪些？你在询问我这边嘛，哈。我不懂宅啊，我现在没有办法知道。我刚现在先才是哦，大家应该没意见，我们赶快请。我只是单举哈、哦、这个健保的一个支出。好 ，OK。事实上这部分重要的这个建议很好哈、哦，915亿了、啊。那各位，我们再请这个卫生委员会，现在马上通知这个卫福部哈、哦，看可以派最少看门次长上过来，请联络。我们什么东西？他如果不能来，他会跟我们讲，我们会问询问。随便找一个人就可以来决定这么大的事情，啊、马上没错，马上来，马上决定了。没错哈、哦，我觉得吴秉睿说的最好，请最少次长以上过来，请通知至少次长以上过来。啊，对对对，所以一样一样来，你那换下一位委员会询问。因为刚刚已经过了，刚时间已经过了，不过没关系。没啦，那我各位委员会等一下哦，各位委员。请等一下，请等一下，现在来，请大家尊重，请尊重秩序。等一下，主席，我们刚刚是说，我一定会让大家可以发言，请尊重秩序。我们先裁定他这件事情。主席，这个蔡宜说的，并不是只限说在对对，那你还要提哪个部位？你可以告诉我们。有些部位，你这样好，我也是要再理解一下。好好，因为我老在，可以哪些？那你询完毕，我先回答可以吗？你可以先回做，我来回答哈、哦，谢谢。这个一样一样来，要再问的还有机会，不用担心。哎，各位，我们有三天时间日夜的，大家不用担心。来，这个。怎么会程序有问题？我主持会，我的程序有什么问题？我就要照程序，我不要不给你发言，请尊重秩序好吗？来，请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一位一位来。我先才是蔡议员所说的，他说这个卫福部要过来，我们要邀请卫福部，我已经请我们委员会要邀请卫福部。然后吴秉睿委员所说的，的确，如果随便一个来，实在位阶太低，所以一定要请市长过来哈。主席，你这样讲就不对了。那我的意思呢？我现在是位阶的问题，是我们现在这个程序我们也是先研究，请就是要人来收拾马上。哎呀，你这样的处理就有问题吗？哎呀，怎么会不能提出程序问题？请等一下，你的裁示就有问题。请等一下，请等一下，来，还有会议询问，如果还有人要，我们先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嘛，先把蔡英文问题解决掉啊、哦。所以我看一下财政部、内政部、国发会、原委会。有没有？还有没有其他文有相似的那个？主席，你已经完了，换别人，让别人问好吗？没有、哦、啊，尊重一下。你的回答他还有问题啊？不是，第二轮再换，还有别人没有？林楚英呢、啊？都已经签举手了，好不好？第二轮哦，好，对，可以再问。你下来吧，换别人可以吗？好，
一分钟看还有谁要问，看还有哪个问题。哎，好，你可以问的。我们本委会请等一下好吗？哈，主委委员程序发言不能只有一分钟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没啦，啊，你现在就让我们加讲啊。没有，每个人尊重，大家可以一直讲，每个人可以讲三如。主席，你说你不要，请不要用麦克风。你都可以任意询问，请您主委。我们本委员呢要程序发言，这个本来剥夺了本委员发言的权利啊。你也可以做会议询问嘛，你会议询问我们在做程序嘛，一样样的。我的意思是，本委员不能用程序发言的，可以用麦克风，我们不能用麦克风。尊重林主委委员，请尊重林主委委员，这是委员会的。本委员不能带麦克风，你的才是很奇怪的。本委员会要先呐，怎么会是这样子嘞？好，主委。你不是本委员会的啊，不是啊，你要主席已经给他发言位置了，来，林群委请发言。一真主席，你怎么可以随时就是一直？林群委已经举手了，请发言。他刚刚他先表示要会议询问的，主席，你的才是很奇怪。他刚刚先的，他叫陈培宇、下一位就陈委员了、你搞错了。先让他先讲，好，那我先陈委员好了。陈培宇委员先的，你怎么可以让林主英先呢？那培宇先来。对不起，谁有发言机会是我的，你先讲，你要让他先讲，请等一下，你先讲一分钟哎，讲一讲。好，那下一个是陈培宇。好，好，我跟你讲，好不好？这样子，我的会议要做会议询问的，请到前面来登记嘛，好吗？每一位都过来，来，好的。怎么登记？程序不能登记，很奇怪哦。不是，可以登记。很奇怪哦，本委会不但可以又有问题了哦。你没有听懂，本委会不但可以做会议询问，还可以再做程序发言。对啊，那我们就可以登记啊。你刚刚这样站的才是的，你怎么这样换来换去呢？很奇怪啊。会议询问，本委会可以做，可以，所以说多来没关系。啊，陈一帆也可以，欢迎多多发言哦。来。魏环，多多发言就不可以限制一分钟啊？怎么可以限制一分钟啊？大家知道我的主持风格哦，从上来到下去，上来开始讲才算了。我跟你讲，那个都不止一分钟、不用担心，继续讲，继续讲。那你要继续多讲一点哦，多一点。大家畅所欲言，多讲一点。就要给我们五分钟、啊。我们是尊重其他委员，可以讲两轮、三轮呢。限制发言，每一个委员会都有限制发言，好不好？就是一分钟啦、啊，遵守议事规则啦。这个一分钟就是从站准到议事规则还要公布哦，自己看议事手册。议事规则还要公布吗？来开会又不懂议事规则，那当然啦、啊，你要公布啊，哪有这个样子的？议事规则哪里需要公布？在手册里头，你又一直讲陈仪尊，请大家尊重主席，主席给你发言地位，你才能发言。大家主席没有请你发言，你是不能发言的。可是问题，陈仪尊变来变去、啊，请大家都来签名，我们都支持啊。程序怎么样是支持的不得了、啊，会议怎么进行是我决定，好吗？请大家多多来发言，可是你多多来，你决定，我们有我们开会的权利，不是你能够决定。你们大概程序发言，我给你发言地位，你才可以发言，你懂吗？主席，主席决定谁可以发言，好吗？这不是我没有给你发言的地位哦，这是我们的权利，不是你可以决定的。OK， 主委，你先讲吧，尊重发言的委员，好吗？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、干燥与暗沉。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，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，它添加五种 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，强化皮肤修复，增加肌肤弹性水嫩，轻松抚平皱纹，换回青春自信。 KS Royal Face皇家颜值逆时奇迹，活肤露、全效精华、精华霜，即刻启动冻龄密码。